修养了那么久，之后去看毛毛虫虫啊，疫情，因为这疫情一直到后面。我就感觉他牙不太好，因为就是长得比较不整齐，咬东西特别慢。大名就叫丹丹，丹丹就是他的大名。肯定要给花花加餐，加餐的话，他大名。能长得那么珠圆玉润，对呀，就是你们不用担心了。我觉得在中心和基地本部的那些没有。谢谢小翅膀，谢谢小翅膀。对，我觉得。